运用这种外观的话，要怎么接线啊，或者是跳线？这种外观呢，啊，它其实是啊，只有四根线，一个是地线啊，十二伏，然后这两个是一个是继电器的可控端跟那个这个是常这个是常开的，常开它是跟上面跳线帽有关系，所以它现在它是跳 NC 的。你们看我们这边的，因为我们这个 IR-20 呢，我们这边也只是接简单的接一个地线跟十二伏，然后这个是接公共端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是常开端。那么跳线帽跳线在哪里呢？跳线到这个 R 这个有个 R 标志的这个地方啊，有个 R 标志，看得清楚 R 标志的。OK， 我们接下来我们充电，因为我已经把那个继电器输出来驱动这两个模组来演示给大家看。上电之后呢，因为它这两个对上的，必须得是对上的啊，我们这个 IR-20 也是对上的。OK， 这时如果我挡住。那么它的灯是继电器输出的就已经不输出了继电器输出的就直接绑架了我们的也挡住我们挡住了之后 OK， 那么输出是一致的这个输出是一致的 OK， 当我们看到它这个跳线到 NO 的时候这个 NO我们看一下它这些黄色的模组是不亮的。那么我们这个 IR-20 呢，我们也跳线过去我们也是不亮的，是吗？ OK， 接下来我会把它挡住我们把它挡住，相当于就是中间有东西阻断了，汽车啊或者人啊。OK， 挡住了之后呢，这灯是变亮的就输出了。接着我把我们的也挡住，我们的也输出了这个就是我们用我们的 IR-20 去取代去替换那个怎么操作接线跟跳线。谢谢。